么下掉？哎，你等你。嗯。算定了啊。哦。再请一个。哦。哇，我一个人坐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的。师傅，您是本地人吗？啊，您是本地人吗？哎，对。啊。对，这个不一样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。我可以来试试吗？应该不能。大哥，你看对面在干什么？对面。你说那里是吗？那个塔是吧？那是广播的吧？是吧？是广播的还是那个接信号的吧？他那个气艇。气腾。啊，气艇是吧？哦是。他后面一个是一个，他也有一个。啊，他有在后面滑，有个你看，有个那个冲浪的，你看那个，有个滑的那个。大哥，你是哪里过来的？我吗？我北京过来的。北京啊。啊，不是最近开那个有个那个什么嘛，我就跑过来玩的。你一个人啊？啊，对，我一个人。很少有一个人来玩是吧？都是一家人或者是两个人吧。对。您这一天得滑多久啊？我这里马上到了。啊。马上到了，等一下你往桥上走。往桥上走是吗？好的。往桥上走，那边往古千道上走。然后往前面走是吧？往那边走过去啊。往前面走过去是吧？那边再去坐大船啊。好的好的，大船是回来吗？坐大船去鲁镇。鲁镇啊，好嘞，好，谢谢啊。出去就是刚才你拿票的地方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花钱了啊。好。这滑很累吧，这样拿手滑，拿脚滑是吧，脚加手。哦，他是那个脚用力，然后捞那个手调整方向。哦，懂的。嗯，好，感觉好难控制方向的。
天津啊。哦。好，谢谢。哎呦。